现场灾情，情况不明。地面队伍、作战队、保障队采用公路运输方式，从陆路突击下灾区进行开埠。广东金汇通分公司派出直升机，搭载救援队、先遣队伍、突击队进入灾情核心区域，侦查了解情况。为了确保两会的安全，加强消防应急救援这块的工作，就开展了这么一次跨区域的地震救援拉动。我们采取的是实兵实装的拉练方式，就是确保这支队伍随时能拉得出打得赢。下载南方都市宝 APP 独家精彩视频任你看。